大家好，我是周楚明。今天呢，又跟大家一起来破凉破凉做。什么叫做破凉破凉做？破就是谈，凉就是凉，做就是热。所以破凉破凉做就是谈凉谈热，顾名思义啦，就是谈天的意思。For example， 阿妹哥，阿妹破凉好啊，那做起来破凉破凉做，一起来。 谈天说地，聊聊天，我也不会。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来破凉破凉抓。